他听得懂，他说唱不着，对吧？他唱不着啊，这是一个，别人叫他在原语中再说啊。那么如果说啊，他在我的内心啊，肯定我就是人才。对，那么有时我在边读带球啊，现在我的球门在前面，他现在是防守，哎，在对方，在我的内线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是拉着球带球跑，啊，就觉得 OK， 我现在带，他上来带带，好，这个时候我就把他夹住住，一转身，我用拉着球带球跑，锁住 OK， 来来来来抢，啊，那个时候你觉得我和不和你我在球，我的。我的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直虽然在转换哈，我讲的，我一直在转换，转换啥子？永远讲究的输球，把我自己永远隔在球和对手之间。所以说你们在平时训练娃娃的时候要啥子？注意这个问题，比如说转身过后换不换脚，变向过后换不换脚，那是你教练员需要注意的问题，训练的指导要点。啊，所以你们要观察，如果他一转身过后不换脚，